你这两天相处下来，你觉得耀庆哥怎么样？我觉得他很有意思，很好玩，就很有趣，真的像舅舅一样。其实耀庆很好玩的，我们这些人里面他是比较大器晚成的。他其实早年做很多很多不同的表演上的一些工作，然后也是到这几年然后拍电视，然后才受到大家的喜爱。可是他在之前做过很多很多的事情，是我都想象不到的。譬如说他舞台剧啊，然后他音乐剧的表演的方式他都有，然后花了很长的时间，很多时间在剧场上面。嗯，我看过他的话剧。对啊，你也去看了吗？对，在杭州的那一次。等于是在沉淀自己的过程当中，他学了好多好多东西，然后到了属于他的年代，属于他绽放他光芒的时候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多才、非常有很多能量的一个人，很有魅力的人，这个耀庆老师。所以有机会，你们可以从他身上可以看一看，真的其实是有一些值得学习的地方的。